有准备两首歌，你们猜他有唱过什么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好聪明！那好，我就先带来这首《九份的咖啡店》，那它也是陈绮贞的歌，希望不要，哦，好，希望可以顺利的唱完。开始。这样的午后，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，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感觉很特别，这片天空，邀请我对你的思念，窗外的景色像你嬉笑不眠，这样的